减肥第一天，奋斗了。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一天，第一次要尝试一下8个小时吃进食，然后16个小时要断食的一个减肥方法。点了一些那种荞麦面，然后加一点那个鸡胸肉，然后有两颗鸡蛋呀、豆子、黄瓜呀、胡萝卜这种健康食物。现在减肥了，我之前让你吃荞麦面。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太胖了，好尝一尝，蛮好吃的。然后今天是我第一天试验一下这种减肥法，能不能健康的瘦下来。今天第一天打卡哟。我今天第一天减肥的绊脚石就在这儿，但是我得吃的，你别让我看了。我不吃那个吧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要进食了，不能再进食了，已经9:30、10点了。可以吃海鲜就可以了。可以吃是吗？吃什么呀？不会胖的吗？嗯。真的有一点硬。吃了。这个高压锅压掌，挺好吃的。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后。好饿呀。今天那个先结束，明天开始。